家务难得悠闲的胡同兄弟，在出发去采摘园之前又做了什么呢？教给大家一个煎鸡蛋更好吃的办法，在煎鸡蛋的里面加一点豆粉豆。真的？真的。但油长镜里的油倒得很不吝啬哦。你相信我实力，实力，实力。你是说我浪费呗？没有啊。平时不是说我太抠？不是说你浪费，是说油放太多。这些是我要用到的，我帮你切吧。好，那怎么切？这个给我切成切几个薄片好了，很薄哦，要很薄。切薄片，好，那你就按照你的想象力切吧。我现在可以吃一个腿丝吗？那你看着这个交给你了啊。好啊。世上只有哥哥好。好了。好，那弄出来吧。哇。好，这是一份。接哥哥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那就别客气了，我开动了。好，好了。哇，还可以吗？很好吃。明天我们干嘛？明天我们没事。没干嘛的话，我多放给你吃呗。好呀，明天我们就把我们采摘的东西做成果酱吧，然后送邻居吧，隔壁李阿姨。谢谢。好可怜啊，这一幕怎么这么可怜？耶、三明治两人份。谢老板。谢谢伙计，我再继续做马来风味的东西给你吃好不好？可以啊。太爽啦。你想烫死我啊？你还是不累？一点都不会累。这样很闭合哦，这个声音。对，都闭得不能再合了。没有，你要听我妹妹的那个声音哇。真的是夹住世界上最闭合的声带，那声音很有穿透力，整个小区都听得到。哇，有长进！马来西亚叫人哥哥就是叫狗狗。哦，所以你是狗狗。
不是狗狗，那我喝一下狗狗。狗狗，狗狗，狗，狗狗，狗狗，我叫你呢，狗狗，狗狗，你怎么不应我狗？我听不懂马来语哦。下次见面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叫我狗狗。欢迎有长进，狗狗，狗狗。哦，有请狗狗唱一首歌。G O R 啊，狗狗有就这个 R。你吃维生素吗？吃一颗好了。唔紧要啊，你食啊。什么？反正我就给你，反正我给你倒一个。你是很爱帮我倒血。如果你不，越道德绑架我。来吧，狗狗。谢谢狗狗。不客气，狗狗。我知道我最喜欢吃这个，是吗？这个可以吃，泰国的。对，我再开始介绍它牌子。来，我们也猜名字，你们猜第一个字什么呢 ？1 2 3啊哈，对 ，bingo。好了，三点啦，我们要出发了。耶、yeah, ，今天是出游的一天。哎呀。吃这个吗？可以啊。好好吃哦，太好吃了吧，好好吃哦，够了，哥哥够了，不能吃超过五根啊，五根太多了，三根三根，最后一根，这第四根，第四根。好，那最后一根不能再吃了，这太罪恶了。其实我也不能吃了，我在这干嘛？我们俩都不吃了。所以如果现在要你许一个愿望的话，你会许只吃不胖吗？会耶。就是即使是什么中几亿元大奖，或者说什么红遍全球，比起来呢，红遍全球诱不诱人？不行不行，最想要只吃不胖。对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成果呢，红不红呢，如果你是靠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话，你会更有那个完全许愿的，会更有成就感。哇，如果我只要狂吃都不胖，我跟你说，我人生完美。但你真的有很用心在 vocal 上唱哈。对啊，我是靠着吃饭，因为我除了唱也没其他才艺了。那你跳舞怎么样？在唱歌之前其实是跳舞的啊？真的假的？没有，是因为跳舞，然后可是很喜欢唱歌，然后过来转唱歌。哦。Me, me, 我们到了哎。哦。我们要开始干活了，好累啊，想到就觉得好累啊。是啊，你还要带帐篷，帐篷还是试一下。那你觉得演播室看到我们哪一段他们会表扬表扬我们？不会吧，希望这个帐篷可以得到大家的夸奖吧。而这个帐篷只要200块钱，你就可以体验一个下午的美好时光。而你们呢，就坐在演播室里说三道四。你很气，他们可能现在也在夸我们啊。啊？对呀、啊，这样我再来一个，如果他们夸我的，再来一版啊，我们背着背着。谢谢。哦。哎。这个重剪一下，重剪一下，老师啊。
谢谢各位老师夸我们啊。其实我觉得，当然我们两个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缺点需要进步，需要向演播室的各位老师们学习的。对，因为各位老师都是非常厉害的老师，是不是？是。其实在座的各位演播厅的各位老师，我们两个其实都非常喜欢。你这太官方了，这个人可不可以有点人性？那怎么你不太喜欢？是还有李诞老师。嗯，李诞老师很喜欢。喜欢？怎么喜欢呢？有多喜欢？就是有好感。比如呢？那你喜不喜欢李诞老师？我先问你的。那你们喜不喜欢李诞老师？怎么喜欢呢？李诞老师哪一个瞬间或者哪个节目说哪句言论让你觉得哇，李诞老师好棒？我觉得是主要是整个人的状态。你最近不是有看李诞老师作品吗？那么喜欢李诞老师作品，你最近在看那个叫什么？你都叫不出名字了。Oh my God， 我知道，我在问你。3、2、1，走。那个，好了，我没有在看他的，可是我知道他这个人。这一段给他播出去，他没有在看李诞老师的作品。热啊，无所谓。这个孩子，你还不太累了，演艺圈。